大家好，我是谢文宪宪哥。最近有一本书非常厉害哦，如果你是学校的学生，你发现你的老师上课很无趣，你可以买这一本。如果你想对你自己的教学更上一层楼，你可以买这一本。如果你是企业内部的内部讲师，你可以买这一本。如果你是职业讲师，每天在各大企业走跳，你可以买这一本。如果你常常在福伦社、学校、各大机构、团队、团体演讲的，你也可以买这一本。你对你自己的教学领域很有信心，但是观众始终提不起劲儿，感觉睡觉的人很多，也可以买这一本。如果你想跟宪哥一样变成今天你就是主角，你也可以买这本。这本书是什么书？我的合伙人，我们家老王王永福写的这本书《教学的技术》，非常适合以上这几种人。你只要买回去看，你的教学人生从此会改变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邦尼欧的行销总监兼业务副总张怡婷伊娃。我非常的爱说话，尤其擅长主持跟演讲。近年来有很多机会要培训自己企业里的员工，甚至担任外部讲师。很幸运的在这个时候遇到王永福福哥，我才发现会说话跟会教学是不一样的。教学重在如何说得少，但是学生学得多。教学除了说话之外，还有许多方法技巧，像是影片法啦、举手法啦、小组讨论法，想学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出色沟通力讲师庄淑涵卡姐。过去企业来邀约我演讲，我一概拒绝，因为我总觉得要在短时间内做到有料、有效又要有用，怎么可能呢？可是3年前，我去到幸福讲师塾参加福哥的课程。他把所有上台还有教学的技术一一做分析拆解，而且示范应用给我们看。福哥非常的无私，他还邀请我到他的企业内训还有演讲的现场去观摩，实际用出来会长什么样子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开始敢接企业内的演讲了。现在我的演讲一样可以做到所谓的有料、有用又有效。大家好，我是尤浩云，我是一个西班牙语老师，另外也教外国人中文，还有在幸福预创有一门教学技巧工作坊的公开班。在参加了福哥的一些教学的课程之后呢，我改变最大的部分就是我现在能够有能力规划长时数的课程，而且非常的有架构。另外呢，我把手上的所有的课程都整个翻新了一遍，可以用一些很务实、很有效率的方式，马上就能够检验出学生的学习成果。我是蔡香林，一位职业讲师。我一直想着，我怎么样把我很厉害的事情能够教会我的学员，让他有效的运用。很高兴我认识了福哥，福哥真的把他很厉害的这个教学的技术，让他学员都能够学会。教学技术，等你哦。我是邦尼欧的行销总监兼业务副总张怡婷伊娃，我推荐王永福福哥的教学的技术。卡姐和我的一群好朋友都要真心诚意的跟你推荐这一本《王永福教学的技术》哇！在这边很诚挚的跟大家推荐这本非常有价值的书《教学的技术》。我是云飞语言文化幸福预创的公开班讲师尤浩云，我很开心能够推荐福哥的《教学的技术》。我是蔡香林，一位职业讲师。